就告诉过你了，不要那么执着。每次都选春丽，当然钻不出去了。你不觉得游戏跟人生很像吗？突然有一天，你发现有一个关卡，一次都没有闯进去过。在你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你突然想到，我人生就是在外头绕，瞎绕。告诉你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快死掉了。这阵阴谋，去年自杀啦！迷宫的入口就是迷宫的，在另外一个迷宫里面，在另外。我总是想，只要投下五块钱，已经死去的春丽就可以重新复活，回到我的身边。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，不断战斗着的春丽突然抬起头来，发现她也在重复的命运，都是因为我不断召唤着他，让他永远无法安歇。